退学，当人家学生囡仔吼，因拢比较出乖啊，差不多拢生伫几个月以后啦。对这学生囡仔呢，拢差不多对台湾过年白色用途拢无印象，街头也没有经验。较早学生囡仔吼，有一种诶时尚啦、啊，哦，过去呢，这囡仔吼，拢是草莓族。啊，有影啦！大家每一个拢一两个囡仔拢跳跳跳。啊，所以过去的空间吼，学生囡仔来，啊，上街就甲你光照，啊，光照去阿边就来放开，连门嘛无门，所以天光阿边放你个，好一点个灯个头前坐咧，吼啊红光。啊，你若无记得光过算了吼。啊，所以这学生囡仔吼，这道啊，这嘛是一个真好的经验甲家训啦。过去呢，你面对警察。这个警察哦，无穿装备，敢那吼，警察身躯真紧张，是安怎？倒头前白刷面对啊，像警察安尼，安尼拢无任何装备，伊就是要甲你讲走。因为警察安尼，下手太滑，啊，太灵活，因为他要把你抬走。但这道的目的啊，倒变了。白刷镜头上的警察哦，是亚盾牌亚军啊，伊就是要甲你讲，伊是要甲你拍。学生呢，手无寸铁，然后要警察的全副武装装备，哦，都护具，都盾牌，都警棍，再来出动喷水枪，这囡仔哦，哦，真少年，我一世人唔知影喷水车了，那喷水车的力量真强，你若安尼甲喷落枪了哦，停在路边的车，都会当甲三五叮当。伊嘛看喷水枪的吼，安尼大人安尼洗身躯，安尼凉凉啊！伊就水喷水柱冲击啊，大牙骨啊骨裂吼，老白疼。吊面枪吼，伊身躯的物件会飞了了，甚至包括落地啊内底物件嘛会冲出来。挂目镜无，因为你若挂隐形眼镜，迄拢有足大的危险。所以面对喷水车啊，想到就是你要背对着它。你要转身背对着他，而且囡仔拢无少经验。啊，喷水车吼，台湾足少使用，解严要足少用。我感觉已经开水合水拢民主的吼，伊袂派四台。中间的行政伊较偌大，行政伊小小尔，派四台喷水车，迄个准备啊，要甲你拍。第三点，一再先甲媒体赶走，你赶走媒体要送人，当然就是惊留下证据。尤其警察用警察的时阵，若看你只手机在伫遐甲翕，愈掠狂，拢会生起肝肿迄种的，迄个准备要变枪。啊，民主社会、民主国家，绝对不准媒体来着。我三号伊过啊。好啦，媒体你挂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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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挂了。警察咧，有点当吹咧话。所以咧，台湾发生这种的代志，国际媒体一面倒。啊，这一面倒，关键最简单就是我所讲的报告。这学生的占立法院来占行政院，其实拢会讨论一下，嘛卖讲占行政院，一个占立法院也可以讨论。学生的诉求为讲啊，变来变去，哪里都无讲，把面弄上去，那你怕学生，你讲学生的头，啊，你用你那把学生眼困缩掉的，动作高的话，别当讨论，别讨论，绝对别当完掉。我进来用电脑，这都、就是。啊，咱看到诶，张一华啊，这呆呆教授，啊，这是做老师的下令拍枪，啊，这就是卖叫，啊，你先讲啦吼，规整社会的恶化，学生本来占袂满意的社会的同情甲支持度真高，其实吼，相对的啦，街头经验，政府也有经验，政府嘛知影要安怎来对付嘛，啊，像学运这种群众运动。第一吼，来降低你的正当性，来降低社会对你的同情，所以一个上好的呢，制造事端冲击，吼，互你掠狂，互你失去冷静，啊，像较早的美丽岛，美丽岛事件，两千个你看相片摄出来，第一线，会去甲群众做伙第一线，那是群众运动的本地都有影，因为第一线迄边吼，没有任何的护具，嘛无盾牌。啊！一个人分一支短短的警棍，我想遐迄边卖
洗晒哦，一点莫名其妙啦。我背身躯拢无装备，是变咱面对群众。啊，然后咧，才出现一批莫名其妙的人，然后就拍一边拍一台。所以咧，被所以。